难。这个世界上是看大家有积极要斗三工有无？啊，候选人有认真去走状有无？我看小熊是足认真伫走，即马就是爱靠大家今日来个斗三工，咱就会亲像家传伫台中市选。虽然离人作行，但是咱足够走，慢慢仔约，啊到投票就予咱约过。所以我对这区，对这个少年家，我是有足大的一个愿望。咱知影小熊，伊是有足好党务经历，包括过去学生运动，伊拢有伊的专才，嘛做过记者，对咱规个全国的事务，伊有足贴切内底的研究。遮优秀的人，若入去立法院，咱文山区、咱中正区，咱拢是上界悬水准的区啦，上界悬水准的区，咱就选一个少年人。人讲旱季唔惊落土烂，只求气候大大叹，让少年人会当入去遐替台湾人讲话，替咱文山、咱中正区、咱的市民讲话，我相信绝对是咱的福气。所以雨落遮大。是来讲哦，予大家当面压雨，啊，阮顶悬阁有牵袂无，就讲阮行入来楼骹，甲大家白白遐有压，啊，咱搭阁继续来讲。啊，若无恁伫遐压雨，啊，阮伫遮哩美雨阁讲话，敢若对恁对拢足袂当过。所以家传伫遮，甲啊阮昭雄，阮甲国庆，阮伫遮甲大家拜托，咱明年正月十四，咱的蔡英文总统。咱的阮昭雄立法委员，拜托大家甲阮斗三工，民进党第三号的民进党嘛甲阮斗三项，啊你着几号？报一号啦，哦做好当的，拢甲当一号就好啊啦，安尼好阿唔好？好。我讲拢当一号，民进党是三号呢吼，三只小猪啦，所以三号啦吼，咱着当一号、一号、三号，安尼好阿唔好？好。感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多谢大家，非常非常感谢，多谢大家。来，非常感谢，咱来做个转。